最近因为拍戏太忙了，然后就做一些压腿之类的一些拉伸运动。有时间的话，我还是想去打打篮球。我觉得羽毛球一点都不难，因为像我这样的运动天才，我觉得都是可以很快的就上手。然后如果想要保持一个好身材的话，我觉得70%是天生的吧。我觉得中国队的表现很棒。我最不想从事的体育项目是，我想一想啊，我最不想从事的应该是撑杆跳。我特别的想唱，但是因为确实我自己的音乐啊乱七八糟我都放在后面了，因为一直在拍戏，所以没有多余的时间能够让我做更多的事情。但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尝试的。期待下一个奥运会，加油。从不会怕跌倒那一刹那，雨后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彩霞。哦，梦里的童话，只有在那里我才可以拥有那真实美好的世界。